那我们看今天的话题，不，新发现。上次玩了什么？你们接着玩。上次玩的什么东西啊？上次玩的是膨胀。叉叉，上次玩的什么呀？上次玩的戏精的 battle 哎，我忘了，我都完全不知道在玩什么，是我被拉出来羞辱了，就把那个很差张仪拉出来啊，倒也不可能拉出来溜一圈。咱们自己的 MC， 咱们自己玩，好吧？那好，不要牵扯到旁人。哎呦，旁人来了，非常愿意，非常愿意上来。哎呀，来呀，太明显了，来呀！天哪，来，想不到吧？丽子居然有会长拉上来，好玩的，来。跟张雨欣有关，有关。没关系，快去，没有有关，快去吧。下去上个厕所再来。啊，太甜了，太甜了。人有三急，你喝啥、啊？好了，那我们上次玩了什么、啊？你不是玩了吗？我只是刚拉上来被羞辱了一顿，我就是想什么膨胀什么的，是羞辱别人吗？膨胀的瞬间吧，膨胀的瞬间，膨胀的发言，演绎膨胀啊，演绎膨胀，好，膨胀，你膨胀了以后干嘛是？哦，那就膨胀吧，从谁开始呢？膨胀好难哦。啊！你知道我们要玩什么吗？哎，不知道哎，你们玩什么？就是、膨胀，玩膨胀。哦，那从那边先开始吧。今天天气不错。好清醒哦，今天。怎么这样？今天这么清醒啊？因为我刚才射中了人。过分，射中了人。从那边开始吧。好了，为了今天，从那边开始了。你干啥、啊？那边我。好、啊，那我们从张西开始吧。对。点名道姓了啊。带章的你都不放过，真的是。哦哟，来吧。好了，膨胀。金银梯又在这怪言怪语。膨胀声音，那要跟他对话吗？就是让他演绎很膨胀的样子。嗯，你要找是吧？你膨胀，你要你会干嘛呀？对啊，怎么膨？他怎么膨得起来啊？他再膨胀也就跟奇迹一样吗？别急，什么膨胀啊？发酵。各自。怎么了？好难啊！起个头吧。起个头吧。攻击一下。攻击一下奇迹，咋是奇迹？那就挑选奇迹、啊，因为他们俩最没有关系啊，对吧？嗯，奇迹跟谁？你怎么知道？奇迹除了你跟谁都没有关系啊，跟我也没有关系、啊。倒车。嗯。啊？什么啊？这是膨胀，就是膨胀吗？就对，随便吧。怎么？你知道了啊？开个头好不好？叉叉，你讲奇迹五个缺点吧。怎么会这样子的？怎么会这样子的？我跟他。太熟，就是以你不熟的角度看他的五个缺点，来吧。陌生人的伤害，除了就是大家普遍能看到的个子矮头秃这种就不用想。都不要，都不要。个子矮头秃，其他的比较深刻一点。为什么要这样？原来你头说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没有啊，他看不到你的头顶，所以不知道。来吧，我可以承受住的。哎呀，一看就是你怎么？嗯。你太客气了吧，你俩。是的。你怎么这么的好看？这个不算缺点吧？来吧，小矮子，开始你的攻击。小秃子先率先得到一分，看小矮子怎么回击。你叫哪个小秃子啊？好了，你在剧里的哪个秃子上厕所去了？来吧，认真点。来吧，张希。Round one， 我看你能说出啥。来吧。嗯，快点，太难了。你算了，我们再酝酿一下吧，求你们。好的，晶晶，来膨胀，膨起来，膨胀起来，来跟我讲话，谁敢跟我讲话？怎么的，不能跟你讲话了是吧？你是什么东西？吓人，好吓人啊！不能说，怼回去，真的很过分。奇迹，我觉得他怎么能说你是个东西呢？你滚回去，滚回去！我是你的前辈。你什么前辈？哪门子前辈？我是。太差了！我是你的前辈啊！你说哪方面啊？心术吗？年纪吗？对，阅历。和智商和知识和武技，快跑，自己说的也跑嘞，说不下去了。这话我真没法接，跟文豪还是不太敢了，就是
就这样了，其实大概就这样吧。很难膨，因为我们都是老师，还对哪有膨胀啊？膨胀哪会膨胀？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真是多少谦虚哦，膨一个。哦，好累哦，我想坐在这个地方讲 MC。哎，膨胀，嘴就很膨嘞，膨胀，很膨嘞，上头了，有点，你上头了，你上头，有点晕乎嘞。对啊，赵远希，你为什么 Q 我讲 MC 啊？你不能，那别讲了，别讲了，你不能替我讲吗？好了，我替你发言。你为什么还要让别人替你讲？讲，为什么要替让别人替你讲？对啊，你为什么要别人替你讲？累了，老几啊？累了，算他算老他老老。算老公，算老姨，老姨，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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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发言，危险发言，危险发言，就是数字也不能讲了，是不是？我现在膨胀了，我什么都讲，你讲，有本事你讲，金一弟不要再讲话了，差弟，差弟是吗？差弟，怎么都跟你那个梯子有关系吗？你要去摘什么的？我觉得很差，我要爬到梯子去摘月亮。对，摘星星哦。对啊，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哎，膨胀。我这个人还好了，平都不怎么膨胀，因为太优秀了，膨胀不起来，你知道吗？就是。哦。哎呀，这就已经很膨胀。那你讲讲近月五个缺点。五个缺点。为什么要 Q 我啊？你算什么东西？对啊，为什么你 Q 他？为什么不能说你的五个缺点啊？那你说张雨欣的十五个优点，说吧。Oh no！ 还讲五个缺点怎么样？缺缺缺。五个缺点啊，缺金，缺水，缺木，缺火，缺钱，缺金，缺那个缺头毛，不缺头毛，缺钱，缺头毛，嗯，还缺啥呢？缺江怡啊，缺栗子，你命中缺栗子，忙给你算一下，缺栗子，熊瞎子你是？对啊，不命中缺栗子，你能看得出吗？对，你刚摸的谁啊？你现在给谁在算数？江怡啊，你命中缺张雨欣。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没哎，没有缺点就不要硬凑了。还有很多呢，就没有缺点就没必要凑了。知道我在你心里非常的完美，好吗？嗯，下一个元庆呢？哎哎哎，你自己呢？你自己呢？你膨胀一下呀？膨胀怎么膨啊？我就是人就很老实啊，老实孩子。我以前还不够膨吗？我以前120斤，还不够吗？要大屏幕放一下吗？你没必要的。没必要的，这么黑啊！不行不行不行，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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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过吧？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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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过哎，没看过，就放一下吧，要不真假的？你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折磨自己。你要干什么？你受了什么刺激吗？因为我想要代言减肥产品，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哎呦，好啦，你踩我。我表演一个膨胀吗？哦，你什么膨胀啊？好可爱，好可爱哦！那再来一个。好可爱哦、啊！哎呀，我没看到，我亲上了呀！好恶心，好恶心哦！张怡呀，快快来看看呀！来看看呀！不得了了！肯定在下面看着呢。刘杰呢？我真来膨胀一个。来，你要对谁膨胀？你要对谁膨胀？来，赵月捶个腿。你要捶腿。哇，这一拳下去，你赵月不是？我也会，我也会，我也膨胀。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我都可以。我也可以，我也。你来，赵月，亲个脸。你知道那个大力舞你是职场性骚扰低毒低毒这么些年我不看重了学会了学会了我在这个团笑王诗萌啊，好不过了，你们没有一个结尾哦没有结尾猝不及防你要一个很膨胀要最膨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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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们走吧接下来的公演我自己对不起，啥呀？关门了。就是新的一年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给大家跳一段 solo。好，再见。回来吧。
记忆，时光在回卷之中封印。来者若想窥视真理，风向却细雨又起。solo solo 表演之后大家开心了，那我们接下来有精彩的击掌和握手环节。击掌握手环节，谢谢。就由王世萌一个人给大家一一击掌握手5分钟的环节。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大家新年快乐，耶！